清净心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讲得很清楚，叫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这一句话，跟信愿持名完全相应。把功夫都带进去了，啊，这功夫是都是六根，凡夫心不清净，原因呢，是我们没有办法都是六根，是就是收回来。极乐世界是无上的法门呐、十方诸佛刹土排名在第一啊，这是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尊重赞叹啊，无量寿经上有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赞叹到基础了啊。那我们呢，这个心也圆的是色，圆色的时候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的心被染污了。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境界无不如是啊，所以心往外头跑啊，连世间法里头都讲求实心啊。你看孟子所说的，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啊，世间人求学问，学问之道是什么？哎，用大势至菩萨的话，就是度摄六根，收心呐、啊，心不要往外头境界跑啊。那要到哪里？收到里面来。啊，一步。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讲成佛之道啊，佛是怎么成的？向内圆，不向外圆啊。观世音菩萨怎么成佛的？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凡是回头，不向外，向内，向内呢就圆自性了，向外了那个耳根呢，这是为外面的音声呢。这个说是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也很简单，做起来可真不容易啊。向外圆的是六尘，你看色声香味触法叫六尘呐、啊。尘是什么意思？染污啊，灰尘。我们的桌子一天不擦它，这桌面上就有尘土。啊，这说明什么？染污吗？
菩萨修行的功夫，无论是哪个法门，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啊，要用观世音菩萨的原则，就通通要回头啊，不能向外攀缘，要向内，眼向内见自性啊，见到眼根的根性呢，见性呢，而回过头来缘闻性啊，鼻回过头来去闻香性。你看，不是色声香味六尘，而是色声香味的本性。本性就是佛性，本性就是自性，所以回头是岸啊，回头就是啊。啊，这是佛门里面回头是岸的意思。啊，这一回头，这就叫功夫。你用这个心去念佛，这叫功夫浅深。啊，人能够回头，六根回头了，见到自性，这种心念一声佛号，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声佛号跟阿弥陀佛相应，这个功夫深了 啊所以决定得深啊，更深的呢，不但回过头来圆得自信，啊，不再圆色声香法了。这个东西在大乘教里面叫见思烦恼，啊，也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我不再圆它了。啊，见思烦恼是我们凡夫天天怨他，可以说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啊，见烦恼，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思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一共十个烦恼我们念佛带着这十个烦恼这个心不清净念佛功夫不得了一面念佛一面大妄想啊，一面念佛，一面分别执着。啊，这样念佛不行呐。怎样呢？要把这些烦恼放下。啊，至少念佛的时候不起妄念，这叫功夫。不念佛的时候也不起妄念，这功夫深了。真正做到不起妄念，刚才说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不是生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
是功夫不到位的啊，但是临终最后的一念是清净心，那一念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夹杂啊，是清净心，最后的一念是清净心。为什么呢？全放下了，决定得生了。十八愿是临终一念十念往生，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呢？这是功夫啊！你到极乐世界就拿到的品位啊，所以这样的功夫当然有身心切愿。身心切愿是在讲两种人，一种受啊经教的熏习，时间久了，他有这个庄严功的成就；另外一种人，过去生中，但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念佛。临终的时候没走，就没去得了。也就是临终的时候有妄念打现场，障碍你往生啊！往生是在最后的一念，那一念是关键啊。人断气的时候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啊，所以这桩事情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如果念到啊，见思烦恼都断了，这样的功夫，往生就自在了，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可以走。我想佛来接引我，佛真来了。这是一般人讲啊，生死自在啊。啊，经中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啊，有事业心，有理业心。啊，事业心不乱，往生就自在了。这些理事无量寿经上讲得非常清楚，要读，要认真的学习，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我们自己想，常常想，这一生我们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要有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念念不能忘记啊，它才有力量啊，愿变成力啊，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生净土真菩提，啊，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们读四十八愿就明白了。啊，到极乐世界有多么好，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